啊，120里，这是60公里。啊，汽车半个小时，啊，就到达了。啊，步调太快了，人情味没有了。以前人情味好浓啊，陌生人根本不认识。啊，我们在抗战期间流亡学生，啊，走了几天，无论遇到人家想在人家那里住一晚上，热烈地招待你啊。金云，如人睡梦中，造作种种事，虽经1000岁，亦夜未踪尽。啊，人在睡梦当中，梦中的造作，啊，梦中的状况，啊，造再大的事业，啊，像黄粱梦所举出来，做到了宰相啊，啊，这最后导致是一生一帆风顺呢，告老还乡啊，时间是极其短暂。佛在经上告诉我们，在《金刚经》上，读的人多啊，《金刚经》幕后有首偈子，佛告诉我们：一切有为法，如梦幻泡影，如露亦如电，应作如是观。啊，能这样的看法的时候，那就是佛菩萨的看法，叫什么？正知正见呢？啊，我们在这个人世间，上了年岁的人，感触不一样啊！年轻的时候，10年10年好像很长啊。哦，10年是很长的时间呢。啊，到晚年之后，想想10年太快了，怎么一下就过去了？所以时间的长短是不是一定的？不一定呢，随着每个人的感触不相同。啊，小孩感觉时间最长，哎呀，过个年要等好久好久。啊，现在的社会，由于科学技术的发达，啊，一般人都富裕了。这个感触啊，不像从前。从前农业的社会，好像速度非常之慢。啊，那跟现在不能比，是感触当中啊。啊，什么都慢。啊，出外旅行是走路啊。一天能走多少里啊？啊，早晨清早起来，啊，4、5点钟上路，大概到晚上10点钟到达，120里，华里120里，现在呢，60公里，走得很辛苦啊。
抗战期间这我们都走过的。抗战八年，我记得我走了十个省。大江南北走了十个省呢。每一天最少走60里。那比较轻松。有时候要走120里。那就相当辛苦。完全靠徒步。我们知道这种辛苦啊。你看现在。120里，这是60公里。汽车半个小时。就到达了。步调太快了，人情味没有了。以前人情味好浓啊。陌生人根本不认识。我们在抗战期间流亡学生。走了几天，无论遇到人家想在人家那里住一晚上，热烈地招待你啊。我们感恩感谢。那个时候没有旅馆了，没有饭店了。你自己的找住的地方，找吃的地方。只有城市里面才有客栈。这旅馆饭店，农村里头没有，小镇里头都没有。那么现在回忆过去，几十年真的是一弹指，确实如梦如幻了。佛告诉我们，这些事用意是告诉我们要觉悟，事实真的就像梦幻泡影一样。明白了你就放下了。明白了之后要找什么呢？要找追求永恒。有为法都是生灭法。全是梦幻泡影。永恒是自信，法性是永恒的，法相是无常的，这个要知道。现在我们总算是找到一个具体的了。那就是西方极乐世界。极乐世界是不是真正永恒的呢？不是的。因为它也是现象啊，凡所有相皆是虚妄。佛在经典上没有说极乐世界例外，没说这句话。也没有讲华藏世界例外。凡所有相皆是虚妄。都是梦幻泡影。但是在极乐世界可以证得永恒。真的阿弥陀佛保证你能证得。那这就是无比的殊胜了。永恒是常寂光。到极乐世界。
人人都能障证得常寂光啊，真的叫我们回归自信。回归自信就是成就圆满的佛果。如影像为一切法从心所现，而能含明了性，又如明镜，个个互现诸法影像也。啊，这里举的例子很好，像镜子一样。啊，举的比喻像镜子，为什么？从心所现。啊，心由见闻觉知，啊，这是自信本来有的，啊，自信，所以见闻觉知没有生灭，啊，这是真正的心得了。迷了之后啊，就不叫见闻觉知了。叫受想行识，啊，他变成阿赖耶了吗？你看阿赖耶，前五识眼耳鼻舌身，受，他有感受，啊，想，第六识，第六识是想，行，行是第七识。啊，行是执着，阿赖耶是识，识是什么？含藏种子，就像仓库一样。啊，无量界来你所造的这个业习，都在阿赖耶里头。啊，阿赖耶是资料库啊，是仓库啊。啊，无论你起心动念是善是恶，啊，你言语造作全部记录在那里头，那是档案。啊，虽然年代久了，这过去又过去时干的事情了，啊，现在也记不起来了。啊，为什么催眠能说出过去式？啊，阿赖耶里头有种子，在催眠的时候让你起现行。啊，他还在。啊，就这么个道理啊。啊，我们看到美国卫斯博士的报告，啊，他出了四本书。啊，曾经有一个人催眠，回忆到八十几世之前，啊，时间呢差不多四千多年，那个时候啊住在山洞洞穴里头，啊，问他那个时候生活状况，啊，他都能说出来，啊，这是什么识的作用？啊，就是你不会忘记，它都在那里。啊，这些档案资料都可能调出来。啊，催眠能调出来，那么你就想想，禅定的力量更殊胜了。啊，禅定能够突破时空的维持。啊，在这个地方，啊，现在科学里面讲遥视，就是遥远，啊，有禅定的功夫，
啊，在这个地方可以看到美国，可以看到欧洲，啊，那边人在干什么事情，你看得清清楚楚。他们在讲些什么，听得清清楚楚，就天眼天耳啊。啊，这个时空突破了。你要想到达那个地方，不需要交通工具，念头才起，人已经到达了。啊，这个叫世事无碍。啊，所以为什么能见，为什么能听，为什么能明了，是自性里面见闻觉知它在起作用。啊，六道凡夫迷，迷了的时候，见闻觉知变成受想行识。啊，所以心啊，这心里面自自然然有精神这一部分，而且自性里头有圆满的智慧。啊，佛给我们讲了三类啊，智慧、德，这个见闻觉知是德啊，相好啊，相好它能够现出物质的世界啊，所以物质世界的体是自性啊，自性变成了物质现象啊。怎么会变成物质现象？今天科学家给我们解释啊，这个波动的现象我们能理解啊。早年学佛老师也讲到，这个意念不觉，意念不觉是微细的波动，我们能理解啊。但是微细到什么程度不知道，实在讲那个时候的理解很模糊啊，不清楚啊。看到科学家这些报告，我们懂得了，逐渐逐渐的明白了，清楚了啊，才知道波动频率不一样啊，由于它的累积啊，连续的这种现象啊，里面出现了物质现象啊，物质现象实际上是意识的累积，就是念头啊，不能说念头里头没有物质，念头里头有啊，虽有我们肉眼看不见啊，显微镜也看不见啊，一直到最近科学家才发现啊，才把这个现象啊说出来了啊，跟佛经上讲的非常接近啊，用它来解释佛经啊，我们就清楚了。阿弥陀佛，阿弥陀佛。